让我们可以从岁首到年终，我们的路径呢，的确是低下止油。我们跟神之间呢，没有任何人事物可以拦住我们，因为路径都滴上了止油。对你旁边讲，你的路径滴上止油，你的路径都滴下止油，都是润滑的。润滑的，而且不会摔跤的，不会摔跤的。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好牧者，耶和华是我们的好牧者。这是上帝的应许，所以我们信上帝的人呢，一定要信靠主，抓住他的应许，因为主呢是爱我们爱到底，他不单单是爱我们好一时一刻的，乃是爱我们多久啊？爱到底。在空间方面，他是陪你，无论你去哪里，他陪你去哪里。在时间方面呢，他是爱你呢，爱到永永远远。这是何等何等的恩典呐！有一位神，他是爱，他的爱呢，乐意与你分享，而且希望你呢，早早保得他的慈爱。透过你呢，能够建立一个爱的家庭、爱的教会、爱的社区、爱的国度，这是何等何等荣耀的托付啊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懂，这是神的计划，这也是神的命定。今天呢，很特别，为什么呢？是一年的最后一天，又是一年中的最后一个月的最后一天，在中国来讲的话呢，是他们的最后一个礼拜天，礼拜天啊，所以中国人好多好多在微信圈里面都发三个特别特别的重要时刻呀，更必须要把握住那个时刻呢，来与神对齐，向主敞开，调整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是有先后道有本末，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君子呢是谋道不谋食，另外一种呢是谋食不谋道。我们相信大家来美国呢，不是单单讨生活赚美金，大家来美国其实有一个更积极的荣耀的目的，是希望你的孩子如何更好。但是如果生命不好，生活好，请问对他有帮助吗？反而害了他。所以做父母亲的最重要的是要让你的孩子生命好。那生命如何好呢？来到主面前，主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所以求主给我们做父母亲的一个属天的智慧，不是单单让孩子考高分、读名校，让孩子去学各样的才艺，画画、唱歌、跳舞、溜冰，应有尽有，那些都很好。可是，如果不学圣经，请问他所学的对他有真正的帮助吗？有没有？短暂的，甚至还糟蹋光阴，浪费时间，因为所学的对他不见得有真正的帮助。所以，做父母亲的要运用神给你的恩高和权柄，要把孩子带到哪里？带到主的面前来。因为天下人间，只有我们的主呢有活水的泉源，请把大纲拿出来。所以今天呢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活水的泉源。哈利路亚！请问我们的教会叫什么名字？活水，活水，活水。所以呢，我们那里有一个横幅呢，叫做"活水供应站"。那按照我们活水的圣教会目前统一的读经进度呢？目前正在读哪一卷书？耶利米书。
耶利米书呢，就告诉我们有一句非常重要的、非常经典的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说：“谁是活水的泉源？”来，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的二章十三节。耶利米书呢，是一卷非常重要的、宝贵的先知书。耶利米呢，他本来是祭司，祭司是世袭的，爸爸是祭司，儿子是祭司，那儿子的儿子、孙子是什么呢？都是祭司。祭司是代表人认罪献祭，让人可以跟上帝交流，让人可以亲近，人可以敬拜上帝。耶利米他本来是祭司，上帝呢却对他有另外一个呼召，有一个特别的托付，呼召他成为先知。先知呢乃是代替神向人说话，人呢常常是迷失方向，偏行己路，自以为意，甚至呢妄自尊大。所以神呢要向人说话，神太圣洁，人呢根本不能看见神，因为人看见神，人会化为灰烬。神太荣耀了，就好像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太阳吗？没有一个人可以正视太阳，如果你要正视的话呢，眼睛会瞎掉的。所以呢，神只有呼召一些先知来传扬上帝的旨意，神的信息。所以耶利米呢，就蒙神呼召来传时代的信息，因为那个时代呢，是一个非常非常混乱的得罪上帝的时代。那个时代呢，耶利米的骨肉至亲，就是以色列的十个支派呢，他们的国家叫做以色列国，北国已经被亚述帝国给毁灭了，所以北国呢已经是国破家亡了，十个支派呢都被掳到，甚至可以说世界各地。当年呢，在主前的700多年呢，就有蛮多人就流失逃亡到中国来，逃亡到世界各地。好，所以呢，耶利米就跟他自己的好，就南国犹大国的同胞讲说：“我们要认罪悔改。如果我们不认罪悔改的话呢，我们的国家就要像北国一样被毁灭。”请问当时的君王和百姓们听到耶利米在传这个从天上来的信息，大家是接受还是反对？你这什么先知啊，你根本是卖国贼啊！我们是上帝的选民，我们南国呢有耶路撒冷圣殿，是上帝的居所，哪有一个国家能够把我们毁灭呢？因为我们的神是天下无敌的。耶利米不断的传扬信息，虽然我们是上帝的选民，虽然我们这里呢有上帝的殿，但是如果我们得罪上帝，如果我们轻绝上帝，上帝依然是按照他的公义要来刑罚审判我们，要让我们国破家亡啊！所以我们要悔改悔改悔改啊！听到耶利米讲道的人都说什么？你是魔鬼，你是撒旦。上帝爱我们爱到底，上帝保护我们保护到底，上帝不可能让他的圣殿，让他自己的居所呢，好被攻陷、被焚烧、被毁灭。所以我们的南国呢，一定是万岁万岁万万岁，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万岁的神。可是耶利米呢，他是一个亲近神的人，他是一个祷告主的人，他是一个活水流通的管子，所以他非常肯定清楚，绝对知道他的信息不是从世界来，不是他自己来，更不是从撒旦魔鬼来，而是从谁来的？从上帝来的。所以他一直在呼喊呼喊呼喊啊，结果呢，大家都是听了之后呢，这里听，哪里出去？这里出去了，依然是为所欲为，随心所欲，全然不遵守摩西律法。结果耶利米呢就痛哭啊，祷告啊。所以先知当中呢，是耶利米被称为
流泪的先知，大家说流泪的先知，是耶利米被称为哀哭的先知，他是哀哭，而且他也非常爱哭，因为他呢常常祷告到悲从心中来啊，就哀哭起来，也因着他传的信息，君王到百姓都不接受他，说他是叛国，是卖国，所以呢他是先知当中受苦受难被折磨的最多的先知。神曾经透过耶利米传扬一句，就是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，来请打开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这一句宝贵的信息，当年需要这个信息，今天需要吗？当年犹太人需要这样的信息，今天的你我需要这样的信息吗？然后来读这句圣经，请。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，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凿出池子，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何等恩典啊！我们是任意妄为的，无恶不作的，我们是不忠不孝不贞洁的，甚至我们是一个人尽可夫的淫妇，可是上帝依然称我们是谁？我的百姓。上帝没有说你是魔鬼的儿女，没有说你是撒旦的族类，上帝说我们是什么？我的百姓。这何等的爱，何等的宽恕，何等的包容啊！来对你旁边讲，你是上帝的百姓。你要记住，不管你如何，上帝依然称你是谁？我的百姓，我的百姓。而且上帝指点迷津，上帝一针见血告诉我们到底我们做错什么了。上帝指出两件恶事，大家说两件恶事。第一件是什么？离弃上帝这活水的泉源。上帝是独一无二的，真正叫人喝了不再渴的活水泉源。可是我们呢，我们却认为其他男人很爱我呀，给我吃给我住，给我买名牌包，给我买名车，给我买别墅啊，而且其他男的很甜言蜜语呀，结果我们就怎么样，另结新欢，享受男欢女爱，而忘记了上帝。不但忘记了，我们是离弃神。神创造我们，疼爱我们，牧养我们，关爱我们，我们竟然忘恩负义，然后呢离弃这活水的泉源，这第一件恶事。请问你有离弃吗？请问你有离弃吗？请问你的儿女有离弃吗？好，上帝说什么？还为自己，为自己的名，为自己的国，为自己的义，为自己的利益，做什么事？凿出池子，凿一个蓄水池。可是上帝已经点名了，你的蓄水池即使是金银宝石做的蓄水池，可是已经出现了什么？已经出现破裂了。你即使在拼命打工努力挣钱，结果你的装钱的袋子已经怎么了？已经破裂了，已经破裂。所以你越打工，你呢越失去健康，越没有存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为自己找出的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今天来到这里，你要好好省察检讨自己，你有没有离弃上帝活水的泉源呢？你是不是鞠躬尽瘁的，尽心竭力的为自己凿破裂的池子，也为你的儿女凿破裂的池子呢？你看你凿池子真的是千辛万苦啊，可是上帝说那个池子是什么池子？是破裂的，是破裂的。请问谁的话算话？谁的话算话？你说不破裂，撒旦魔鬼说不破裂，这是时代的
趋势，我们就是要挣钱，就是要怎么靠自己奋斗，就是要为自己怎么样找一个池子。可是上帝说你的池子是什么？破裂的。你说没有破裂，没有破裂，到底谁说了算？你是听人说，听自己说，还是听上帝说？请回答我。我不是对木头在讲话啊，所以希望听到的话呢，你们要踊跃的回应。我们对于神的声音，对于圣灵的感动呢，我们永远是什么样？积极回应。我们对于罪恶的诱惑，世界的好的误导呢，我们应该要怎么样？应该没有回应。可是今天世人呢，对于罪恶，我们是马上回应的，马上跟他握手啊，马上随他而去啊。哎呀，求主怜悯我们，要知道，只有神是可信可靠的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先来祷告。主，我们知道，如果离了你，我们不能做什么。祭司有所作为，圣经清楚说，就如同草上的花朵一样的。主啊，那么短暂的荣华富贵，转眼成空，一声叹息。主啊，实在求你继续光照启示，引导我们知道，透过有限短暂的今生，乃是要为来生永恒建立美好的根基，积存五谷向神交账。主耶稣啊，在这岁末的重要时刻，求主继续教导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属天的上头的智慧，让我们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不是夸自己的本事。主啊，我们乃是柔和谦卑，跟随耶稣的脚中行。天父，我们求你透过今天生命的活水泉这样的信息，主啊，来光照教导我们如何来到主的面前得活水，让我们得活水的目的乃是合乎真理，讨主喜悦，不是自己要享福要炫耀。让我们得活水的目的呢，乃是知道我们的周遭有多少的人是干渴难耐，饥不择食，需要我们把福音救恩传给他们，引导他们走永生的道路，喝活水的泉源。主啊，实在求你来更新我们，调整我们，让我们如果与你之间有任何障碍，任何难阻，孩子，求你，求耶稣十架宝血来洗净，来赦免，也求主圣灵来管制，来引导。如此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真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分成三个重点。第一个，谁有活水的泉源？第二个，为什么需要活水的泉源？第三个，如何得到活水的泉源？第一，谁有活水的泉源呢？答案当然是上帝有。因为上帝呢是万物的主宰，是万福的源头。上帝呢，他在圣经当中清楚告诉我们，他有活水的泉源。好，我们先来看诗篇的36篇7到9节，36，就6789，也很容易记哦。36篇，然后呢，6789，来，请读36篇7节，来，请读。神啊，你的慈爱何其宝贵，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，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，也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。哈利路亚！我们的上帝是叫你喝什么水？乐河的水。弟兄姐妹们，撒旦是叫你喝苦水、难水。人生的确充满着苦难和愁烦，但是我们的主呢，要带你脱离痛苦，进入喜乐。神要让你在基督耶稣那里
有生命的源头，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。所以对你旁边讲说，我们要喝乐河的水。哪里有乐河的水啊？就是在上帝那里有乐河的水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。所以上帝那里，大卫呢，他知道而且他经历，哦，上帝是我乐河的水，上帝是我生命的源头，除上帝之外别无真神，空前绝后，只有耶和华是上帝，只有以色列的上帝是上帝。哎呦，你好霸道哦！哎呀，你好狂妄啊！只有你们以色列的上帝是上帝啊！但是我跟大家讲，的确，所有其他国家民族的神都是偶像，都是假神，都是虚无，只有以色列的神是神。为什么呢？请问这本圣经是谁写的？是犹太人写的，对不对？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，所以神对犹太人呢有特别特别的要求和管教。好，七章三十七节，大家来念清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，耶稣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代表耶稣基督是不是活水的泉源？耶稣基督非常肯定的、绝对的、把握的、斩钉截铁的宣告说，我就是活水的泉源。而且耶稣是站着对着会众、对着公开群体说，大声说、高声说。所以啊，我们今天要大声高声还是哇非常轻轻细语啊，真的要像和牧师一样大声说呀。因为耶稣如何，耶稣也是站着高声说。说什么呢？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。来什么？来观察，来评判，来挑拨是非，来干什么？来做法官，做检控官，来做什么？来知道自己呢有需要，要喝耶稣所赐的活水的泉源。怎么喝呢？就是要信他。跟你自己讲，要信主。啊，信主。当你信主的时候呢，当你信耶稣的时候，一个神迹奇事发生了。而且这个神迹奇事呢，不是单单一个偶然的临时事件，这是创世之前万古之先，圣经在这个全本的旧约新约当中呢都已经安排好的一个剧本。什么事实呢？你只要信他，你的腹中要流出，大家说，活水的江河。你只要信他，你只要信他，透过信呢跟上帝建立关系。一个上礼拜堂的人不见得是一个信上帝的人，甚至我可以讲一个读圣经的人也不见得是一个信上帝的人。毛泽东读几遍圣经啊？十二月二十六号毛泽东生日，你知道毛泽东读很多遍圣经。那毛泽东信上帝吗？他不但不信上帝，而且要跟上帝怎么样挑战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从他腹中，什么叫做腹中啊？难道是你身体的腹部吗？难道是身体的肠胃呢？这个腹中乃是指你的灵魂深处 utmost being， 那个灵魂的最深最深的那个地方。因为我们的渴呢不是肉体的渴，我们渴是哪里渴？灵魂渴。灵魂渴呀，灵魂非常非常的渴呀。所以耶稣说什么？你想来到我的面前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，大家说，活水的江河。所以耶稣有活水江河，耶稣非常有哦。好，来三九节，三九节。好，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，所以信他的人很重要。只要信徒就有活水，你只要跟上帝关系调整，你只要让上帝坐在你的宝座上，坐在你心灵深处的宝座上，你就是信上帝的人。如果你是让自己坐宝座，请问你信自己还信上帝？你信自己，你是命令上帝来听你祷告的。所以信的人呢，是让上帝在你的灵魂深处的宝座呢是做主管、做领导的。那这样的人呢，耶稣说什么？要受圣灵。
要受圣灵，所以呢，圣灵就是活水，阿们。所以上帝是活水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都是活水。好，讲到圣灵是活水，约珥书呢也告诉我们，一个新的时代要开始了，一个新的里程啊，我们已经进入了，就是当圣灵来的时候呢，连儿女、连做小孩子的都要说预言。小孩子在大人的心目当中呢，哎呀，是童言无忌呀，小孩都是无知的，小孩懂什么呀？可是圣灵说什么？小孩要说预言，他的预言呢是可信可靠的。圣灵说什么呢？他说少年人要见异象啊，在大人当中，这些青少年啊，哎呀，哪有什么远见啊，哪有什么经历啊。但是圣灵说什么？少年人要见异象，是一个奇异的图像，是一个让他们发挥恩赐能够改变世界的一个异象。教会需要少年人，国家需要少年人吗？更是不能缺少少年人。可是当圣灵来的时候呢，这里说老年人要做什么？老年人要做异梦啊。弟兄姐妹们，年轻人很有梦想，很有抱负啊，男儿志在四方。我的老三儿，我的三儿，老三呢是前天啊坐飞机到欧洲的瑞士，有一年的工作，你看在美国生的美国公民，可是呢他今天想要到欧洲去闯，他有他的意向，有他的异梦。我呢十几岁、二十几岁啊，三十四十五十岁，实在有很多很多的异梦啊，很特别的、很奇异的和梦。但是呢年过六十以后啊，真的觉得说这里也痛啊，那个又累，请问还敢做异梦吗？变成是做梦痴想。可是圣灵来如何呢？别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啊，别人都叫我爷爷，对不对？我第一次被叫爷爷啊，我一回家看说我怎么变爷爷了，我真的无法想到我真的老了。所以呢像我这样的老人时日不多了，可是圣灵说依然要做什么？要做异梦。对你旁边讲，你要做异梦。圣灵呢要让你的这样一个活水江河呢，这样一个有激情、有活力、有梦想呢继续去完成。至少我们年老的人呢，虽然年纪老迈，但是我们至少梦想，我们的儿女如何？我们儿女要见证神，我们儿女要荣耀主，对不对？好，感谢神，我四个孩子好不好？我老大现在在韩国教会做青年人的牧师，我的女婿呢是英文堂的牧师，我的女儿呢，所有人都说她好好好，好像是无懈可击、十全十美的一样好。我的女儿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、研究所同学，不管老师、同学、各种朋友都说她好，每一个人都把她说这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最好的朋友。结果当她生老大的时候呢，这个去医院看她的人发现说还有别人到医院来看她了，就生我女儿去，为什么不是我第一个知道？为什么不是我第一个来医院看你？哇，你看人啊，人啊，人啊，他们都把我女儿当作最好的朋友。任何人，我女儿爱他们，传福音给他们，为他们祷告，即使如何邀请都请不来教会。可是呢当他这一群朋友如果遇到疑难杂症的时候呢，他们都来找我女儿诉苦谈心。我女儿会不会说，哎呀，平常请你上教会你也不来，你不要找我？我女儿呢全然请侧耳而听，为他们祷告，替他们解决问题。所以感谢神，的的确确我们老年人至少有一个异梦。什么异梦？让我们的儿女都如何？儿女真正能够成为时代的器皿，被主所用，让他们知道人生不是单单为赚钱，人生乃是为了要讨主喜悦，合神心意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上帝是活水泉源，信徒信的人呢
都是活水的泉源。好，以赛亚书五十八章，请回到大纲。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的第十一节，这句经节呢非常非常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句经节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，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，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，骨头强壮，你必像浇灌的园子，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。这个旋律歌曲呢，是我们亲爱的师母有一天在厨房很忙的时候呢，有感动就哼唱出来的一个曲调，他呢就马上用录音机录下来，之后呢就写成了曲子。这首歌是什么呢？他说，上帝主耶和华必定时常引导你，即使大地都是干旱，即使旱灾无水了，耶和华呢也会给你活水，而且让你心满意足，骨头强壮。接下来呢，耶和华的爱，耶和华的生命，耶和华的真理，耶和华的圣洁呢，就栽培你，浇灌你，成全你，成为一个像伊甸园一样的，怎么样？有神的同在，让你的生命呢，所说的话语是流奶与蜜，所说的话像蜜一样的，非常的甘甜。我们今天好多好多人说话呢，如同剑一样的唇枪舌剑，伤人心呐、啊，而且让人呢被你的这个舌头的剑刺中之后呢，真的是心破心破啊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。圣经说，我们呢要被爱来浇灌，然后呢，我们就会像浇灌的原子一样，我们要流奶，还有呢，与蜜，蜜代表你今天生命呢要非常的甜，我分享给大家都甜。奶是什么？奶是你说的话要有营养，要造就安慰劝勉的话。我们今天说的话常常是什么？常常是成为撒旦的猜疑，常常呢在那边好分裂破坏搅扰，让人好没有归向上帝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必像浇灌的原子，而且像什么？水流不绝的泉源。这是何等的恩，何等的爱。所以上帝是活水泉源，信徒们会成为什么？水流不绝的泉源。这样的一个水呢，是活水涌流，福杯满溢，不是一时一阵子，乃是呢时时刻刻永永远远。所以我有很多网站，很多网站我都写上什么？写活水涌流。本来那个涌流是哇，涌流出去滚滚江河，后来呢我把它写成永远的涌流，大家知道吧？很多很多微信名字都写成活水涌流，目的呢就希望透过我在微信中的耕耘，慢慢影响一些未信者，栽培一些初信者啊。然后其中我就是比较关顾的啊，未信的啊，就是第一个是活水涌流，然后呢耳濡目染，我不断的发跟圣经真理福音救恩有关系的，就会影响他耳濡目染，所以活水涌流耳濡目染。第二个呢是活水涌流福杯满一，那个一是啊，整个一世代代表呢，我们这个信息当中有 eternal 的，有 excellent 的，能够让你 excited 的。第三个呢是涌福水涌流一通百通，那是针对信主的人，针对研究圣经的人，针对神学论坛的人，让他们知道说我们一通可以怎么样，一通可以百通啊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人人呢都要成为活水的泉源，因为上帝说你是活水的泉源。我们活水供应站好，在当年 Flash 的图书馆的广场，我们呢有一群人好，不分夏天有多么的酷热，也不分冬天有多么的寒冷，我们呢就在那里送活水传福音。我们第一年呢蒙主的恩典怜悯，我们在马路上带了3000个人决志祷告，3000个人，
结果当我们分享这样的一个成果的时候呢，有人质疑，何牧师啊，吹牛夸口，怎么可能一年你们会带领3000人决志祷告？我们都有统计，都是事实，因为我们的所有排坛员呢都填表格留姓名地址加电话的，所以我们统计呢有3000人信主，单单有一个下午呢，我就带领12个人在马路上决志祷告，其中有人呢还跪下祷告，其中有人呢还当着大马路就痛哭出来。那有一个下午呢，我们全部的陪坛员呢带领了75个人决志祷告，所以师母呢和同工们就在统计说，到底那一年有多少人因着活水供应站喝到活水呢？我们统计是3000人。但是后来我想，我们的彼得第一次讲道，一天的时间带领多少人信主受洗？彼得只用一天就3000人信主，我们一年啊，我们要认罪悔改啊！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活水供应站呢，的确那个时候有很多神迹奇事，不但是整个团队呢有神迹奇事啊，那师母个人和我们家里都有很多神迹奇事。我们举例子，师母呢就是有机会去中国啊，不管是去上海啊、去四川啊、去其他省份啊。去马来西亚、印尼、新加坡、台湾的等等，都有很多神迹奇事。那很多疑难杂症，医生治不好的病，结果耶稣师母呢，奉耶稣的名，靠耶稣保险，他的病如何了？都得着医治了，血肉的得着洁净了，耳聋的得着看见了，瘫痪的有力气走路了，好多好多的生孩子，怎么生都生不出来，中西医、秘医。各种方法都生不出来，甚至试管婴儿也花了2-3万美金了，也生不出来。结果呢，师母一祷告就如何了？就生出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帝命定我们这些人成为什么？活水的泉